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僧伽札经的梵文是一个术语，意思是连结或联系。一般来说，读诵大乘经典是进藏的六种善行之一，而僧伽札经本身特别说明，若闻此法，当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灭一切罪，烦恼伏羲。读诵这部经，得以保障诵经者获得直到成佛的安乐。此外，凡是听闻僧伽札经者，临命终时，无量诸佛会现身来接引。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一部极具威力的转化经典，是为了让我们尽速契入菩提道。读诵这部经典时，我们可以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佛陀对我们无比的慈爱。僧伽札经卷一，原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王舍城灵鹫山中，共摩诃比丘僧22000人聚，其名曰会命阿惹乔成如，会命摩诃摩伽略，会命舍利子，会命摩诃迦舍，会命罗侯罗，会命薄俱罗，会命跛陀斯那，会命贤德，会命欢喜德，会命王止，会命须菩提，会命难陀斯那，如是等22000人聚，共菩提萨多、摩诃萨多62000人聚，其名曰弥地利菩提萨多。一切勇菩提萨多，同真德菩提萨多，八心同真菩提萨多，同真贤菩提萨多，无减菩提萨多，文殊师利菩提萨多，普贤菩提萨多，金刚斯那菩提萨多，如是等62000人聚，复有12000天子，其名曰酬阿那天子、跋陀天子、须跋陀天子、悉跋天子、旃檀藏天子、旃檀天子、如是等12000天子聚，复有8000天女，其名曰弥林陀天女、端正天女、八大义天女、遂德天女、护世天女、有力天女、随善臂天女、如是等8000天女聚，复有8000龙王，其名曰阿波罗罗龙王、伊罗波龙王、提弥罗龙王、居婆娑罗龙王、居婆施利沙龙王、须难陀龙王、
须奢屈龙王，伽婆施利沙龙王，如是等八千龙王聚，皆向灵鹫山，以世尊所头面礼足，绕佛三匝，却住一面。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演说正法，利益众生。世尊，无量亿天众，无量亿才女，无量亿菩提萨多，无量亿声闻，皆悉已集，欲闻正法。世尊，如是大众皆欲闻法，唯愿如来应供等正觉，为说妙法，令长夜安稳，断诸业障。”尔时，世尊赞一切勇菩提萨多：“善哉，善哉，一切勇，能为大众请问如来如实之事，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唯然，世尊，愿要欲闻。”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有法门，名僧伽吒。若此法门在阎浮提，有人闻者，悉能除灭忤逆罪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一切勇，与汝意云何？若人闻此法门，福德之具过于一佛福德之具。”一切勇白佛言：“云何，世尊？”佛告一切勇：“如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有福德，若人闻此法门，所得福德亦复如是。一切勇，若人得闻如是法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不退转，见一切佛，一切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恶魔不恼，一切善法皆得成就。一切勇，闻此法者，能知生灭。”尔时，一切大众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几量也？”佛言：“善男子，谛听，一佛功德譬如大海水滴，如阎浮提大地围城，如恒河沙等众生悉作十地菩萨。如是一切十地菩萨所有福德，不如一佛福德之具。一切勇，若人闻此法门，福多于此，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尔时，一切大众闻是说已，踊跃欢喜，多增福德。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何等众生可要正法？”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一切勇，有二众生可养于法，何等为二？一者，与一切众生其心平等；二者，即闻法已，等为众说，心无希望。”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闻何等法得尽菩提？”一切勇：“可养闻法得尽菩提，常信乐听受大乘法者得尽菩提。”尔时，人、天、猪龙、才女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我等可法，愿佛世尊满我所愿。”尔时，世尊即便微笑，种种色光从口中出，遍照十方，上至梵室，还从顶入。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如来现此稀有之相？”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于此会中，一切众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成就一切如来境界，是故佛笑。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此会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善哉，善哉，一切勇，能问如来如是之意。一切勇，以愿甚故。一切勇，乃往过去无数阿僧祇劫，有佛世尊，号曰宝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一切勇，尔时我作摩那之子，此会众生诸佛智慧者，往昔之时悉在路中，我时发愿，如是诸路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时路闻已，寻皆发声言：愿得如是。一切勇，此会大众因彼善根，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此法者，寿命几劫？佛言：其人寿命满八十劫。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劫以何量？佛言：善男子，譬如大乘，纵广十二由旬，高三由旬，乘满胡麻，有长寿人过百岁矣，取衣而去。如是城中胡麻悉尽，皆由不尽。一切勇，又如大山，纵广二十五由旬，高十二由旬，有长寿人过一百岁，以轻增薄，一往不知。如是山尽，皆由不尽，是名劫量。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一发誓愿，尚得如是福德之具，受八十劫，何况于佛法中广修诸行。善男子，若有闻此法门者，所得寿命满八十劫，何况书写读诵之者。一切勇，若有人以尽信心读诵此法门，不多于前九十五劫，自是宿命，六万劫中回转轮王，于现在世人所敬重，刀不能害，毒不能伤，腰骨不重，临命终时得见九十五亿诸佛安慰之言，汝莫怖畏。汝在世时闻僧伽罗法门，九十五亿佛各降其人至其世界，一切勇，况复有人得具足闻如是法门。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我当听受如是法门，得何福德？佛告一切勇：如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闻是经者所得福德亦不如是。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我听此法心无疲厌。佛告一切勇：善哉，善哉，汝能如是闻法无厌，我亦如是闻法无厌，况复凡夫心生厌想。一切勇，若有善男子闻此法门生信心者，于千劫中不堕恶道，五十劫中不堕畜生，万二千劫不堕愚痴，万八千劫不生边地，二万劫中身处端正，二万五千劫常得出家，五万劫中作正法王，六万五千劫修行念死。一切勇，彼善男子善女人无少不善，恶魔不得其变，不入母胎。一切勇，闻此法门者，生生之处九十五阿僧祇劫不堕恶道，于八万劫常得闻持，
十万劫离于杀生，九万九千劫离于妄语，一万三千劫离于两舌。一切勇如是法门难执难闻。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世尊，谤此法者其罪多少？佛告一切勇其罪甚多。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得几数罪？佛告一切勇：莫问此事。善男子，若有于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起于乐心，若有谤者，罪多于彼。一切勇，若于大乘起恼心者，如彼众生被烧焦燃。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如是众生云何可救？佛告一切勇：譬如有人刀断其头，使医治之，涂以石蜜，酥油诸药，以用涂之。一切勇，于汝亦云何？如是众生还可活否？一切勇白佛：不也，世尊。一切勇，又如有人刀害不断，若得良医治之，则菜比人菜矣，知其大苦，我今之矣，更不复作恶不善业。一切勇，若善男子念布施时，亦不如是，离一切恶，及诸善法，诸善具足。譬如死尸，父母忧愁啼泣，不能救护，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不能自立，不能利他，无依父母。如是如是，一切勇，彼诸众生临死之时，无所依止。一切勇，无疑众生有二种，何等为二？一者作不善业，二者毁谤正法。如是二人临死之时，无依止处。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彼谤法者生何道中？佛告一切勇：谤法之人入大地狱，在大召唤地狱一劫受苦，众合地狱一劫受苦，烧燃地狱一劫受苦，大烧燃地狱一劫受苦，黑神地狱一劫受苦，阿鼻地狱一劫受苦，毛树地狱一劫受苦，猴猴地狱一劫受苦。一切勇，谤法众生于此八大地狱满足八劫，受大苦恼。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大苦大苦，我不能闻。尔时世尊而说颂曰：何故不能闻？此语甚可怖。地狱为大苦，众生受苦痛，若造善业者，则有乐果报；若造不善业，则受于苦报。生则有死苦，又被苦所缚。凡夫常受苦，无有少乐时。智慧人为乐，能意念诸佛，信清净大乘，不堕于恶道。如是一切勇，本业得果报，作业时虽少，得无边果报；种子时虽少，得无量果实。执种佛福田，能生果实处，智者得安乐。要于诸佛法，远离于恶道，修行诸善法。若以一毫物，用布施诸佛，八十千劫中，具布具财宝，随所受身处，常念行布施，如是一切勇，施佛得福身。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陀言：世尊，云何修佛智慧？云何闻此法门，增长善根？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
若有人供养62亿恒河沙诸佛，实足乐具，若复闻此法门者，所得福德与前正等，一切永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云何善根满足？尔时世尊告一切永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功德如佛者，当知满足。一切永白佛言：世尊，何人功德与如来等？佛告一切永菩提萨多：善男子，法师善根与如来等。一切永菩提萨多言：世尊，何等是法师？佛告一切永菩提萨多：流通此法门者，名为法师。一切永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闻此法门得何等福？书写读诵此法门者，得己所福。佛告一切永菩提萨多言：善男子，于十方面一一方各12恒河沙诸佛如来，一一如来注释说法满12劫，若有善男子说此法门，功德与上诸如来等；若有善男子书写此经，48恒河沙诸佛如来说其功德不能令尽，况复书写读诵受持。时一切永菩提萨多问佛言：世尊，若读诵者得己所福？尔时世尊说诵答曰：读诵4句偈得此最胜福，如84恒诸佛所说法，读诵此法门得如是福德，如是诸功德言说不能尽。18亿诸佛注释满1劫，十方一切佛常赞大乘法，善说此法门而无有穷尽，诸佛难执欲，此法亦如是。尔时84亿天子至于佛所，合掌顶礼，白佛言：善哉世尊，如是法藏，愿助阎浮提。尔时复有18000亿尼前子来诣佛所，白佛言：甚也，沙门瞿昙。佛告尼前：如来常胜，汝等住颠倒，云何见汝等胜？汝无胜也。汝等善听，今为利益汝等，为汝等说。凡夫无慧乐，何处得有胜？不知于正道，云何得有胜？我是众生道，以甚深佛眼。尔时尼前子于世尊所心生称慧。尔时帝释捉金刚杵，以手摩之，用你尼前。时18000亿诸尼前子惶怖苦恼，悲泣啼哭，如来隐形，令其不见。尔时诸尼前子不见如来，悲泣诵曰：父母及兄弟无能救济者，见旷野大泽，空无人行路，彼处不见水，亦不见树荫，亦不见人众，吾伴独受苦，彼受诸苦恼，犹不见如来。时诸尼前从座而起，右膝着地，出大声言：如来哀悯，愿见救济，我等皈依佛。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出生于1979年的 Patrick Bobbermeyer 是个纯素食者。1999年，他荣获 IFBB 德国青少年健美冠军，并在2002年跻身冠军杯赢得青年总冠军。2011年，在德国强人国民中荣获最强壮的德国人之称号。除此之外，更曾打破世界纪录，背负550公斤走了10米路，创造新的历史，获得负载最重、步行10米强人的称号。而如此大力无穷的他，自2005年以来一直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并在2011年成为动物权利以及素食主义的提倡者。Strength must build up, not destroy. It should outdo itself, not others who are weaker. Used without responsibility, it causes nothing but harm and death. I can lift the heaviest weights, but I cannot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f my shoulders. Because the way we use our strength defines our fate.What traces will I leave on my path into the future? Do we really have to kill in order to live? My true strength lies in not seeing weakness as weakness. My strength needs no victims. My strength is my compassion.Patrick Bobbermeyer 他说，如果你看见一只小鸟受伤了，你会设法帮助它，但同时你去餐厅就点了鸡来吃，这不合常理。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